分享的是我去一个特卖会买的东西，这么大袋，然后都是彩妆啊保养，然后我这次主要买的是倩碧跟 Bobbi Brown 还有 MAC 的产品，对，但是这次去货可能被大家扫光了，所以没有很多，我没有买到很多，但是其实我买的东西我是需要的，对。然后第一个我要来介绍的是倩碧的三步骤，对，这边。然后先来介绍它的洁面胶，它的这个洗面胶啊，我买的是清爽型。然后我昨天洗泡泡还蛮舒服的，然后不会干涩，然后洗完也不会崩。我是 T 字混合容易出油的人，对，所以那个服务人员跟我说推荐我用清爽型。好，再来，它的三步骤其实最好是连着全部一起，三个东西一起用，才不会太干。因为很多人说直接用他们这一罐这叫什么洁肤水。会很干，而且它有很重的酒精味，对。然后我选的是二号，对，我选的是二号，它酒精味很重。然后那天我脸上有伤口，我整个是痛到一个不行。然后再来是这一个，那个是他们的还原润肤胶，我用的是胶，我不是用露。然后这个是小墨的，它是30ml装的，然后我是一次买5条吧，对，这样子，而且这样携带其实很方便。然后其实我再把这两罐就是装小瓶的就可以去，就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天了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而且这个洁面润肤胶对我来讲。油腻，擦完完全不会黏黏的，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讨厌会黏黏的乳液，我很讨厌擦乳液。对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个，我买了 Bobbi Brown 的 BB Cream， 然后它是有 SPF 35 PA 三个加的，然后我的色号是 Extra Light。Extra Light， 好，然后其实我没有碰过 Bobbi Brown 的底妆，但是我一直听说很厉害，但是我真的是买不下去，实在是太贵了，所以他们会刚好有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BB Cream， 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 CC Cream， 可是色号不符合我，所以我就没有拿了。它挤出来是这样，这个颜色，然后推开，其实很好推。好，它是很薄透的那一种，然后它是光泽感的那一种，然后很薄，味道有一种防晒的味道，一点点啦，但不会到臭，然后觉得很保湿，但是它很薄啦，如果遮瑕度来讲可能还要再另外遮，就是你的瑕疵，像我这边都有痘痘，我就必须另外遮。对，那我是把它拿来当做我校正肤色的，就是有一点当校正肤色的，然后再上一层粉底液这样子。对，它其实看得出来吗？对，就是它比较白皙一点，然后它其实是有光泽感的那一种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来介绍 Bobbi Brown 的口红，我买了这两支，对，然后现在介绍这个，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疯了，它是 Creamy Matte。Lip Color 系列的 Soft Nude 22号，它是这种，它其实跟 MAC 的有一款，我等一下我也有买，长得包装一模一样。对，然后它转开来是这个颜色，
好，然后它有一点看起来很深，但是它其实擦起来超美，有没有？超美。好，它其实那时候有三个颜色很像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同一系列的，然后三个颜色很像，就是这个 nude， soft nude， 对，22号，那颜色很好看。好，下一个是这个 rich lip color Carol Nectar， 我不知道是这样念。41号，它是长这样子，一支就是方方的，然后打开，它长这样子，它是比较偏橘的，然后雾面，但是比刚刚那一支饱和不对，比刚刚那一支保湿一点点，对，它颜色也很好看，橘色，我真的很爱偏橘的口红，对，这样两支比较起来颜色好。接下来要再拿这一支出来了 ，MAC， 它跟 Bobbi Brown 这一支真的是一模一样，我看了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别。那这一支是 Gutter Dush， 好像是吧，因为它有点遮住了，它的颜色是这样子，也是橘色，但是比刚刚那个再浅一点，然后它是非常保湿的那一款，它擦起来是水润感的，有没有？它有光泽的那一种，对，它比较浅一点。然后我再来说一下我姑姑送我的口红，我今天先在嘴巴上面擦的这一个是这一支，这一支是几号呢？104吗？因为它上面只有104，然后奇怪的色号，我也不懂，这是姑姑送我的，对，然后它是这个颜色。其实都有点像，它比较，它应该是，其实都很像，我爱的颜色都很像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好，我就是爱这些这种颜色，对，好，好，我的购物 shopping 结束。对，但是觉得哦天哪，因为专柜的话倩碧三步骤，如果平常去买是要3500左右吧，没有特价的时候，但周年庆母亲节的时候会到3000，但是我一直还是下不了手，所以呢我就本来前几天订了那种，就是跟人家买的那种试用包，但是还没来，我就先去了那个特卖会，我就先买了，但是我还是买了那个试用包啊，就是可能平常出去的时候可以用，但是我觉得哈，进去跟天堂一样，真的是失控的女人，就是，可是我有控制啊，我就是只带台币4000-5000吧，不能超过预算这样子，还好我没有失控，因为其实很多都被拿光了，其实，好啦，谢谢大家看到最后。谢谢喽，拜拜。